大家好，我是七号 Sophia， 我今年11岁了。我很喜欢体操，因为它很好玩，之后它能让你展现你的才艺。我也喜欢游泳，还有画画。我不喜欢蜘蛛，因为它们很恶心。我是七号 Sophia， 请支持我哦，谢谢大家。